玻璃吉大家好，又窝咗乌湖围村啦。今日又次嚟到呢个屎窿路啊！今日要讲嘅唔系呢一个嘅 Thailand Walk 啊，系太多变幻时啊！冇错啦，我呢个环节太多变幻时，曾几何时咧出过几集，跟住咧就忙于其他嘅嘢，所以就冇再 update 啦。咁今日突然之间心血来潮，发觉原来好多嘅网友咧都有人情味嘅。咁既然系咁嘅话，不如就试下继续呢一个嘅。太多變幻時，同大家回顧當年咧，我相信部分嘅朋友，對於某啲泰國已經失去咗嘅嘢，都有啲嘅懷念同思念嘅，係嘛？咁最簡單，屎窿路，屎窿路後邊嘅商場，以前就係羅便臣屎窿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嚟幫襯過咧？雖然今時今日咧，泰國曼谷依然有好多間嘅 Robinson 百貨公司，但當年啊喺屎窿路上嘅呢間屎窿 Robinson 咧，原來已經有24年歷史，咁結果喺2008年結業嘅。咁而佢啊當年係屎窿路上唯三嘅百貨公司。咩叫唯三呢？即係話除咗佢之外咧，屎窿路上仲有屎窿 Complex 嘅 Central 百貨公司啦。And then 喺個印度廟斜對面嘅 Central 百貨公司，但現時咯只係剩翻史隆 Complex 嘅裏邊嗰一間啊。其實咧講翻轉頭 ，Robinson 咧都係屬於 Central 集團屬下噶。當年呢間史隆 Robinson 嘅百貨公司咧，本來都幾受街坊們歡迎嘅，但係因為越開就越舊，兼且又冇乜點收息，加上亦都有其他嘅強勁競爭對手出現啦，再加上致命傷就係業主要加租要收樓啊，咁結果就算吧啦，就唔要啦，所以之後就執咗，到今時今日就變咗呢個 H 史隆啦。而呢個場咧最大賣點咧就係聲稱24小時營業，不過所謂24小時營業唔係成個商場都係啊，係講緊地下同埋地牢某一啲嘅餐飲地帶咁話。有興趣都可以嚟懷念過去一番啊！咁呢一個羅便臣屎窿咧，以往我喺度都留下唔少嘅腳毛啊，因為咧呢度咧就有間 Starbucks， 往往咧我中意坐喺呢度飲嘢，望下出邊嘅情況，尤其是一到潑水節咧，就中意揀呢啲位靜觀其變，睇人哋玩水啊。咁同埋樓下個廁所咧都好好笑，樓下有個公廁咧，唔知點解嗰陣時有條友咧會入去執廁紙，冇錯，執廁紙，點解會執廁紙啊？我都唔知啊。嗱，泰國人咧就有部分廁所會係咁樣嘅，咁就係馬桶坐喺度之際咧，隔離有個膠桶啦。咁你係啦，你大解完之後咧，咁你又整濕個屁股啦，然之後用廁紙去抹乾佢就抌落去啦，咁樣。咁即係話嗰啲廁紙基本上係污糟嘅。咁但係唔知咧就零零舍舍有條友就會收啲廁紙翻嚟曬乾去循環再用，環保啊定係點咧？真係不得而知啊！咁就我眼見過幾次啊，我又冇問佢。我諗下諗下，咁我諗呢條友而家都已經唔知去咗邊度啦嚇嚇。後邊嗰個就係都斯坦尼酒店啦，都斯坦尼酒店咧又係哇有排講啊！呢個留翻下次有機會先慢慢講，講一集啦咁。咁而跟住咧，更加要講嘅就係前面一間嘅地方啦。呢個地方咧，曾幾何時咧，香港朋友嚟到泰國咧。有幾個地方必去嘅，其中一個地方就係呢度啦。屎窿路呢個地方必去嘅係咩？屎窿夜市飛呀飛呀，去到門口睇下你就知啦。講緊嘅就係呢個 BTS 沙拉丁站嗰個樓梯隔離嘅呢棟大廈樓上呢度，記唔記得啊？以前就係按摩店 Body Tune 啊，而家喂個入口咧就封咗，有一間非法鋪。係啊。整個地方封曬啊，走曬啦！曾幾何時咧 ，Body Tune 咧有幾間分店喺泰國曼谷，兼且香港咧亦都有按摩店就用咗佢嘅名。嗰陣時好多香港朋友嚟到呢度咧，都會幫襯 Body Tune， 覺得服務好啊各樣，但係當然鬧嘅都有，冇計啊！呢啲真係好難講啊！一間鋪頭50個按摩師，良莠不齊，又或者正如我經常所講。可能阿七嬸按得你好，但係啱啱嗰日七嬸無端端四個客做咗八個客，手都冇力，又或者咁啱得咁巧去老公走咗，老家都冇心機，所以咧亦都會影響到佢嘅質素嘅，呢啲真係好難講。之後隨住呢個疫情嘅關係咧 ，Body Tune 執下一間執下一間，喺屎窿路嘅依間已經成為呢個歷史。現時咧就剩翻一間係好細間，喺呢一個 Bangkok。喺一個設龍 BTS 站旁邊一間酒店嘅裏面，真係可惜。此外，更加值得提嘅就係對面啦。
記唔記得嗰度有幾檔好地道嘅食肆，包括有一對婆婆開嘅海南雞飯店啊？而家就變成咁樣啦。想中見到幾多眾店鋪，大家中意食嘅街邊檔口，魚蛋粉也好，海南雞飯也好，今時今日咧就變咗咁嘅模樣啦。全部拆走曬，應該就係業主收地啦。嚟緊就會起商業大廈或者酒店。係啊，太多變幻事。曾幾何時，大家喺呢度食過魚蛋河粉，食過嗰對嬸嬸嘅海南雞飯，個個都話正。而當年呢，當年就係佢哋第一個鋪頭撤出呢一度，應該係光榮結業啦。然之後其他嗰啲陸續拜拜，到咗今時今日呢，就係咁嘅模樣啦。太多變幻事，便知時光去。究竟呢啲嘅回憶，大家會唔會好懷念？又或者會唔會覺得其實當年喺度食過嗰碗飯或者嗰個河粉係旅途上嘅一個樂趣呢？睇完今集覺得內容怎樣呢？有沒有勾起大家一啲嘅開心回憶或者係唔開心嘅回憶呢？不妨留言話俾我知喎。嗱，希望大家喜歡呢一類型嘅片種。如果喜歡嘅話咧，我仲有好多呢啲話當年嘅題材可以同大家分享。記住有大家嘅鼓勵同留言同埋 share 咧，就係我嘅原動力。希望可以繼續拍多啲好片俾大家睇。